美国这样一个好山好水好寂寞的国度，一个静若止水的大农村，任性地生活着这样一群人，我们叫他们宅男宅女。妈，不用大惊小怪的，郭姐在家宅着在美国就算正常。你有所不知，在我们这个村晚上九点之后外面生命迹象都没有一个，还是在家待着舒舒服服的，而且还很方便呢，吃喝玩乐写 paper 都可以在家解决，在美国想不宅都难啊。哎呦爸，你怎么又提到谈对象的问题上来了？昨天刚跟外公外婆聊过这个，今天舅舅舅妈也跟我说这个，上大学之前你不让我谈恋爱，现在又逼着我找对象，我去哪里找呢？爸，不说了，我去写 paper 去了，节日快乐。我们都生活在数字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寂寞的，我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，依赖着手机跟世界沟通。相隔千里的我们在虚拟空间却近在咫尺，所以我们都喜欢在家宅着。可能唯一让我们出门的方法，就是在这个没有电的晚上，这个孤独而又静谧的夜晚。我们也是爱做梦的，梦想着在虚拟空间的舞动，梦想着那么一次绝妙的邂逅。好，接下来为各位朋友送上一首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，希望你喜欢。谢谢。